来请现场相声《劳动号子》演者张鹤伦、王鹤炎。啊！谢谢大伙儿啊！确实，帅的已经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了。谢谢那位大哥，你再喊一遍，你是哪个仙女？好，大哥喊我，喊我是我都听不下去了，确实。怎么着？咱们这研究一下响应国家号召生二胎呀、啊？怎么着？啊，爱我的，听不听见？爱就爱吧，你听我说什么？我说我爱这个狼和炎的。有，谢谢。是个特别的日子啊，我跟那个阎鹤祥老师，我们两个坐一场，人家有自己的名字，我叫有户口，壮壮，壮壮，我撞死你，外号嘛，都有外号，哎，像那个阎鹤祥，六队的不是四队的，你净说这四六不靠的话，四队的队长，哎。跟人家在一块合作，我诚惶诚恐啊！你也不要这么讲话呀！什么节奏？不是，说来的话，我跟刘德华合作都没这么紧张。那跟我合作是不一样的。这是我跟刘德华合作都是。你什么时候跟刘德华？没有合作过呀。我就是那意思啊，刘德华是个巨星，哎，是吧？很了不起。是的。但是怎么样？哎。啊，你跟刘德华比，在我心中哦，你算个屁！哎，你好，滚！我跟老龙握手，跟龙哥说呀。啊，跟龙哥聊。上去没人话，什么叫算个屁嘛？不是，这个在我心目当中，德云社捧哏第一名。哎，不能这么说，对不对？捧奖了吧？我就说捧奖。你把于谦老师放在何处？我把于谦老师放在心里的最高处。你刚才说这个词儿可不是放心里的。自己说，他属于什么位置？他是我们的，相声皇后，哎，了不得了，那是。所以说，平常说有人问我，德云社的捧哏来讲是于谦、孙越，你觉得哪个更好一点？当时说完这话，我反手我就一个嘴巴，打我。问我这话的人，我反手就一嘴巴。这里边为什么没有阎鹤祥？为什么没有？对呀、啊，为什么没有阎鹤祥啊？为什么？你问我一下，我就要重新把这个问题捋一捋，我告诉他答案。这里边为什么没有阎鹤祥？你把这个问题连起来。哦哦。于谦孙越。于谦孙越。对，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一名？于谦。我不想让孙越垫底。哎呀，你老啰嗦！我跟贺伦十多年没合作。对了，我们俩啊，上回还是上回合作的。上回得是2011年或者2010年。应该是2012年。差不多，那年他就46。那年来说，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您啊。真的，就是少年懵懂。行了，别挑，红尘非净土，各有各的苦，都是红尘是非客，是客咱都得接。这没我什么事儿啊。你看看，聊一聊过去啊，都是一把辛酸泪。我们俩来说呀，在德云社这些个徒弟，贺子哥徒弟来讲，我们俩是聊的最早的，还真是，认识也算是最早的。还有一个叫刘破春。对，贺春，我们三个那个时候是一块儿啊，就是天天上课呀，对，学习呀，都不上啊，然后别人不理我们。那时候我们仨属于什么呢？属于啊，就是不招人待见。那是你们俩。我跟贺春吧，我们俩不招人待见，我们俩是什么呀？小工兵一群的。
别人都吃饭去，他们吃饭、打球、看电影，那个歌厅等等等等，他们，我跟贺春不去，每天就用功，学习，钻研相声，这会不是应该哭吗？很伤感的话题。哥哥你好努力。然后闭嘴吧，臭宝。啊，来这么一句，让我一先看到他的努力呀、啊。他那个措手不及。老严来说吧，后来我叫老严了，那时候还不叫老严呢，那时候叫什么？哎，你知道大林为什么不理你了吗？原因是，我去你的！就是因为大林来说，跟他在一块儿吧，他老占大林便宜。没有啊。大林说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杨洋在一块拉低了我的档次。他还有多低？他是随他爸。我跟你说，这是重点吧？是。啊，跟老杨合作来说吧，我们俩合作的次数很少，但是呢，每次效果都异常的好。那是。哎，你看，说人家懂吗？啊、哦，再来一点，对不对？咱俩一块儿上场，观众报以热烈鼓掌，不是包袱太响，就是你长得过于魑魅魍魉。这个高级生嘛。现在流行的东西了，现在流行什么啊、你也不能说光顾着自己，骑着我的小摩托，天天周游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那是，杨翔也是，多年来说吧，来这里边演出其实很少，还行。今天来说，为什么这么多观众、这么多粉丝啊，都来特意来捧您来的呢？看您来了，你就当真的听，就是。咱多说我一句，就为什么捧您来呢？对对对。就是啊，人家想看看啊，这些年业务退步了没有？结果呢？这你看观众在这呢啊，是骡子是马，咱今天拉出来尿尿。前列腺吗？拉出来展示展示。溜溜。对了，别天天啊顾着周游世界了啊，来我们这舞台上吧，这基本功还得展示展示。好啊，对不对？啊，说学逗唱还都记得吗？那太记得了啊。咱这个说绝对的干净利索哦。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罐头，嗯，但是上场之前呢，全都流产了。什么原因你也不知道？哎呦，就是因为这几个每人都很紧张，万一背错了怎么办？没有紧张，肯定。丢人！有一个算一个。来一个，来一个。绕口令还都记得吧？太记得了，展示我们嘴皮的功夫的。前面不来绕口令，是对的。咱们先简单的，要不咱们这么着吧，要不咱们怎么着？就这么简单一个词儿、书费、本费、书本费，你说一遍我听。书费、本费、书本费，连说三遍，你要说。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书本费。你真说了，连说三遍，后台我就打死一个。哎，你别拉我。不敢拉我，不然他们轻而易举一遍了。怎么？这个绕口令你看着听着很简单，很难的。那个，你说一个来。
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书本费书费本费书本费，来大哥来。你来，你先来，就你话多现在。叫你话多，说一遍。书费本费书本费，先打死你，我听你的。来一个，来一个。保安把这给我清出去，保安这就是感冒了，不要传染我们。您说甲流乙流甲乙流，这也叫保安。很多的当年你记得还那个红防护服黄，我们负责正常反应。红喂，不是那个红防护服红。黄防护服黄，红防护服没有黄防护服红红。这么来啊？哎，你再来。红红年你看你来，我听听啊。他是你这他你要怎么说？找发音费是吧？红红防红红。你不要吃那么多是吧？我站，你给我来啊！来红。其实还很难的，红红防护服那个红防护服红黄防护服黄红防护服没有黄防护服红黄防护服没有红防护服黄。可以可以，你知道多难吗？我刚才咬了三个舌头，真的不容易。说学逗唱嘛，练说嘛，在现在还有其他的叫什么学学，包罗万象，哎，学多了很多了。学说学唱学表演，哎呀，拿着学唱来讲吧，嗯，把本门的唱大伙都知道太平歌词，是这场有唱太平歌词的吗？没有，我扣钱。本门唱他们不唱，都忘了吧。四门功课他们少一门，今天开就给他们开75啊，我就扔100块钱。真是的，本门唱太平歌词啊，大伙有的可能啊，今天第一次来我们德云社，不太了解太平歌词这个出处。嗯、是为什么叫太平歌词呢？嗯，之前就在太平街演唱的歌词。没有没有，我不解释啊。您给我说，人家就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太平歌词。为什么呀？啊，行了，你慢慢学去吧。好嘞。师傅教的你都不听。嗯，他也不教我。你来两句唱吧，你来两句，因为这个多说多了，大伙不爱听；唱多了，大伙也烦。嗯，一上就是一下就来回叨叨，可不好来啊。对了，来两句，大伙听听这个味儿啊。你听一听。杭州美景盖世无双，他讲究的就是这个叟，啊，叫叟，哎，小颤音、鼻音，哎，盖世无双啊。这个不好来，嗯，来，兔哥，你再表演。真的，你是这个年纪不该拥有这样的发量。这大哥挺年轻的，今年啊都有十七岁，正是花季的时候，花季还带着花季的少女哈。好、哦，这边是一对儿，别给我胡咧咧，要打你了你。不可能，大哥说一家，大哥我跟你说，我也是社会人，方方面面这一切的。以前一挥手，我是血雨腥风的。当年我也是小头发挡半边脸的，小头发挡半边脸，垂下来，一直演着。五个人怕我，来五个人，我一撩一 v 五没有问题。一甩头发还有五个，那放弃。我好，哎呀，身上有疤，嗯，谁还没有点经历啊？有疤呢，我这是阑尾炎。你看你背后有纹，你还有疤呢？嗯。王八背后才有纹呢。现在的观众不了解你，这他们不了解你的家属。嗯，去。哎呀，这个开玩笑。嗯，别闹了，您给大伙儿唱一个吧。我别唱了，您出一主意，咱俩人唱。唱，我怕你不会。不可能的。我现在唱的比较刁钻。那没关系啊。我唱现在是唱耗子。耗子，哎呦，那咱握手吧。你也是啊。我专门唱猫。跟猫有什么关系？跟耗子有什么关系？不是他不尖锐啊，那是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舒克在后台的舒克。你都有微信？人家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啊，来来来，咱唱一什么吧？咱唱一劳动号。劳动号的。对了，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调子哼出的一种歌，形成了劳动号。那难不住我了，咱可以来一回。咱来吧。
既然这样你要吃的话，咱就来个最难的。他是来个砸夯耗子。没问题啊。什么叫砸夯耗子？就工地上工人师傅干活的时候一块喊耗子。太棒了，对吧？当然了，这个时候啊，要想来这个行，嗯，受累啊，嗯，你得扮一下夯。对，你这不侮辱人吗？什么叫扮演夯子？哟，你我砸谁？哦，砸我，我当这夯子是吧？你得有一个当夯的呀。来来来，我继郎和原来这夯。跟你说，我这么多年，我见着这么高的夯很少。来来来，以前都小矮夯。来打高夯啊！来，我你干嘛牵我的手？你夯绳。哦，我这就是夯绳了。对呀、啊。哦，来来来来来。哎呦，我这好肥呀、啊！哪有这么秀气的夯绳？来了啊！来了啊！嗯，转转。同志们，加把劲啊！哎。演完这我就奔太平间了，你知道吗？玩命来你啊！那你老往地上。对对对，我自个儿来了，行不行？自己。我自己当夯。没问题，没问题。哎，啊，我再问问你。你说叫劳动号，一般来说，嗯，俩人配合，没错，一上去一下去，哎，我要有来言，我有曲语啊，真能接上来，太没问题了。那我先考考你，来来来，白听讲，有词儿没有词儿，咱们就白费了。来呀、啊，听着啊，嗯，一座大楼啊，高又高啊，怎么样，各位？啊，对吗？高又高吗？还行啊。哎，我还听着。来了，一座大楼啊，高又高啊，没有顶子啊，没有顶。大楼没顶子，怎么了？那不成烟囱了吗？你唱出来呀、啊！那是烟囱啊。这玩意儿忒糊涂事儿了，这个。瞧你有没有词儿？没问题，来啊！一座大楼啊，你找个吊轮干嘛？烟囱啊，比烟囱小啊，啊，那是小烟囱啊，烟囱不冒烟儿啊，那是坏烟囱啊，为什么不修理呢？哎，你去问问他呀，去去去去，你老折腾这烟囱干嘛呀？那我跟谁问秃哥吗？我哪知道为什么冒烟啊？没问题，来点正经的吧。正经不讲的啊？哎，那咱都不该往秀了啊！来，来，像大伙样。好，正经的，哎，来。来呀！哎呀，我的妈呀！什么呀？白话。哎呀！也行啦，白也是舞台。不是，不能走出舞台，我们只负责在台上。有意思啊！来，来啊！提裤子。不，一会儿容易掉了。就这么大劲儿吗？对，没有想到的事情。来来来来，勒紧裤腰带啊，像大伙样啊。哎，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嘿嘿哟啊！什么调？一人一句的啊！来来来来来，这个棒槌我都打死你！什么事情？来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嘿嘿哟啊，这个精神叫这么高潮哇，嘿嘿哟啊，你看那脚手架啊，嘿嘿哟啊，这个嘎啦嘎啦猪就笑啊，嘿嘿哟啊，歌声震天响啊，嘿嘿哟啊，这个嘎啦嘎啦猪就笑啊，嘿嘿哟，你好像唱错了啊，我也不知道啊，嘿嘿转嘿，地动山又摇，嘿，高山能推倒，嘿，英勇的人去搞，嘿，别急呀，嘿嘿，越起航越高啊，嘿嘿，大楼随风长啊，嘿嘿，观众们心一跳啊，嘿嘿，祖国大建设呀，嘿嘿，英雄们干劲儿高啊，嘿嘿嘿嘿嘿嘿，这嘿嘿，这么快呀，就是那么快呀，怎么那么好啊，就是那么好啊，怎么那么高啊，就是那么高啊，质量怎么高啊，质量就是高啊。质量怎么高啊？说说你的着啊！怎么不问这个？激动也不摇啊！这才叫那傻呀！大傻子你着啊！激动也不倒啊！关键也是老啊！机械整成功啊！又省又省料啊！又省功又省料，多快！好省！嘿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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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贺炎。哈哈，哎呦，哎呦，哦，费心了啊！行了，行了啊，是我这说相声呢啊，行啊，行行，哎，挂了吧，挂了呗，好嘞。哎，演员怎么拿着手机上来了？哎呦，我听着下面喊什么都有啊啊，喊有说就是喊什么张伦好帅，还有喊狼岩好帅的，这边的朋友，大哥都别人都不喊了，你还在这嗷唠一嗓子。嗯，你是不是走错了？我刚上来，张鹤伦、狼岩的相声专场，刚上来退票，走错片场了吧，哥们儿？合着今天我们是退票专场啊？哎呦，真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来听相声的，还是来起哄来的哈？嗯，玩嘛。现在观众就是这样，来了就在于参与。哎，互动，而且有的观众喊上来啊，张伦好帅，我要跟你生孩子，等等等。我怎么没听见这句啊？你看您这人自恋了不是？啊，是是是，还有喊狼岩好帅的，哎呦，真的好帅吗？你们喜欢他？不喜欢我？好，告辞。拦着我呀，拉着我点儿。为什么呀？要不我真下去了。兄弟，可能你今天走错片场了。我刚上来我说狼爷好帅，要我就下去了，观众啊下去，我真下去他在台上就得饿死啊。单口他会个六啊，他会混单口啊，他会单口他不早说了吗？还用我吗？男男男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啊，大伙儿都会，就这几句都是写在他们家户口本上的。我们家户口本没人，全是定场诗是吗？真的，说梦话的时候背的都这几句，他这辈子就会这几句。你看他们家祖宗牌上都写着呢，男男男道德悬，给祖宗磕头的时候男男男，不对知音不可谈。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不瞒各位，这是在张鹤伦他们家祖宗牌上看见的。这瞅啊，哎，他这辈子会这么了，这个是写在他身份证上的，天天都得背呀，会这么两个跟这显。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行，还再来一个，他再说一个就是死这儿。别，你问他会吗？真不合适，真不合适，伤情最是晚凉，倒着那小头刺儿啪的，你看看，怎么羡慕啊？你有吗？不羡慕，这头发还往前撅，还梳了个雷劈的发型，你看看。你羡慕这个吧？我羡慕这干嘛呀？他这个虽然说是光头啊，也算一特色，啊，他这算化疗是。谁告诉你的？我刚说的，没听见说过。真的，有毛。嗯，有毛，人家不叫头发吗？你叫毛啊？你有吗？我没发，我有毛。你的毛长哪儿了？我的毛长在下巴这儿，还往下找呢。他呀，这个叫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们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吗？你哪儿都没有，你个秃驴。
你就说这个有意思吗？你谁有意思吗？上台来显你会定场诗啊？这不是你说我不会呢吗？我给大伙汇报一下。那玩意儿用显摆吗？那玩意儿是个说相声的都得会呀、啊，不会定场诗能站在这儿哈？那你来呀、啊，不是得后拍吗？我炫在就想拍，你还炫在？拿多少刀我给你炫了？真的。我会，你都不会，你来。哎呦喂，张嘴就来哦。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关不斗，天缘有份画中游。大伙也会，他们会啊，来了他们不会了，一块了，最后画中游。哎，伤情最是晚凉天，脚腿四人不堪言，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流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细雨月，也难如钩也难。这你们也会哈，来，你们不会的啊。嗯，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贱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担，骑马坐轿修来的府，推车担袋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的汉，美妇人常伴着浮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嫌你们啊，完了，人家又会。终是关羽断了刀，从此再无回首掏。这他没听过。回首掏，对。终是貂蝉出了轨，吕布董卓互相怼。终是猴子丢了棒，紫霞牛魔上了炕。终是达摩剃了头，从此不再用飘柔。您这还少一句啊？少哪句啊？终是利民退了社，从此名字不带贺。他，你看他不是就把我退社了，就把我弄废话废话，你刚才学谁的这是？我只是感慨这一方舞台而已啊。用你感慨这个吗？学习咱老恩师不好吗？学习可以，学习人家的文化知识。我这不学的不就文化吗？这字里行间，这脚步四方步迈着你。你们炫我于不仁不义，兄弟，这儿可不能听他们的呀！撒开，撒开，撒开！我给你拦着。撒开！我表呢？我表呢？没有，这还赶紧拿了，快点，快点！哎呀呀呀，我戒指也没了！我的个天，我这六个大戒指，好家伙！你说一个手还戴六个戒指？那可不，大拇指上面还一扳指呢，你知道吗？祖母绿的都是。你那个祖母绿那个给你改成帽子了。我用这你那脸硬的那个。去你的吧。好，都给我下台。你哪儿，你站好了，你给我过来。不是，那个都商量好了，一到去你的吧，就鞠躬了吧。就你怎么那么想下班呢你啊？啊，早点下班不好吗？你说你这死出像谁呢你啊？周九良。我这叫周航站。周航站九良棚。哎呦喂，这是来说吧，这个周九良人这也是德云捧哏社不错的一个，那算巨匠的巨匠。对呀、啊，德云社捧哏来说，你看于谦老师、孙越老师，那天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问你什么呀？说张伦，你觉得是孙越捧哏捧的好，还是于谦老师捧哏捧的好？这很难回答。当时我反手啪就一大嘴巴子。哎，你干嘛打人家？我说这里边为什么没有郎鹤炎？为什么没有郎言？我搭档，我哥哥郎鹤炎，我兄弟，该打，打死都不多。哎，哥低看你了，对不对？真是真是，这么多年十多年了，这哥们交情啊，这友情。我跟那兄弟，那同着我这儿，我问你啊，我于老师、孙老师，我们仨谁捧哏捧最好？于谦，那想都不用想。那干嘛非得有我呢？我不想让孙越垫底。长大了、啊、干嘛呀，我动手动脚的啊？妈呀，废话，我没反手给你一 CD 就不错了。好好的，咱啊君子动口不动手，能动手尽量别吵吵，对不对、啊、宁可与君子论高下，不与小人论短长，你知道吧这话？
行，那不与你论短长了。你看，咱跟他拽两句文案，他都听不懂。您没必要跟我们拽这个。哎，我们都知道，在台上光在武打片啊，相声加上知识性、趣味性得行。这话谁说出来的呀？你。好家伙的，这话您能说出来？哎呦，大言不惭呐！是怎么说？说谁不惭呢？说你啊，要你惭，你脖子以上都惭。你看看，他这种出于一种羡慕嫉妒恨的来说，谁羡慕嫉妒恨呢？在德云社都说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其实不是很有限，文化也有这个出类拔萃的也，就是谁？对 ，me。您不要老说英文啊，这您怎么出类拔萃了？哎呦喂，这你这是这些都他们都没上过大学吧？有一个算一个。不是，他们可都没上过，我上过呀。你上过，你因为什么呀？我因为什么？上大学是个错误吗？不是，我听说呀，这不都问问你上过大学，你因为什么呀你？你别来这套，那是他们羡慕嫉妒恨。你上过什么大学啊？我听听。北京工业大学呀。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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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你瞅瞅，我这谁兜里揣着油葫芦呢？这是。上哎呦，这是怎么了？我没瞧不起你。你看你那模样，你就是没瞧得起我呀。什么大学这是？北京工业大学 ，Beijing Biology University。一嘴的方言。你们家这叫方言？那你那秘呢？你这说的你这辈子学堂也下不去。出名吗？怎么不出名？我们211985啊！哎呦，你甭管什么285这个大的啊！谁285啊？还486呢？还？我瞧不起你了吗？你干什么不用？我瞧不起你了吗？我瞧不起你了吗？好家伙，我没说瞧不起你吧？对不对？都是朋友，都站在舞台上，你有胳膊有腿有眼睛有鼻子的。不是，我们是上过大学，我们不是残疾。这我没瞧不起你，学问确实差距有点大。谁呀？你跟我呀？我跟你差距怎么大了？差距就是你那么一捏捏。不是，那我今儿请教，我跟您差到哪儿了？您哪大学？我？您上大学了？哎呦，我哪个大学我没上过？你就说吧。你是美团？饿了吗？啊，就是哪个大学你都得去，那家伙，你加些粉丝汤啊，这肤浅，啊，肤浅，我去那国外大学，国外大学，对喽，哦，国外您哪个大学呀？你猜，呲哇揣，你又不是马桶，我揣你干嘛呀？揣一揣，看你能知道不知道？猜一猜，国外大学，那您是？牛津，我嚼不动。牛津不是牛蹄筋，嚼不动。什么筋我也不喜欢，瞧不上。啊，行行，好，好，好。剑桥，剑桥修路都不修。我怀疑你就是美团的，我告诉你。加里敦，加里敦，家里，我知道家里蹲在家里边蹲着那个，我知道他们老开玩笑，你家里的大学不是那个啊，那您不是您耶鲁，耶耶，哎哎，好宝贝儿，这是什么大学呀？我也不知道，可能不是什么麻省的，不是，麻省理工也不是，不是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菲尔普斯，不是那个菲尔普斯，不是，你是游着去的呗？普罗米修那个普罗米修斯，拿箭射死你呗？就普那什么大学知道吗？普林斯顿。哎，对了，你看我胳膊，这给我弄折了。您在那儿毕业的？不是，不是，你美什么呀？哪个大学都待过，客座教授。客座教授。给他们讲哦。你愚什么？你们愚啊！他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他确实是国外哪个大学都去，客座教授，教人烤串。最近回来了比较忙，因为老去淄博考察一下，是吧？肤浅，肤浅，肤浅。你们家祖宗马上就仨肤浅。我去他妈，我去教他们中文。教中文？对呀、啊，中文咱不用大精神，我教他们中文呢。你就直接说 barbecue 就可以了。那叫知乎者也，语言哉，懂吗？人家不用学这个吧？对不对？尔等不晓得。
啊，说我尔等就是你为尔、啊、等不明博，就不明白，他偏要说明博，你知道吧？尔等知道个屁！我就知道你，你好好学学吧。你哪个有文化的人说知道那个？对不对？都得学过《知乎》这些，小孩都学过吧？人家学过，你也行。上学的时候文言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鸡叫声，惟闻鸡叹息。什么什么？惟闻什么叹息？我以前在肯德基上班，怎么了？好家伙的，你那诗应该到秦淮河那边背去。不是，隔江犹唱后庭花呢。不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鸡叫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无所思，女欲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就有爷名。阿爷无大人，木兰无长兄。愿为食鞍马，从此缔结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鼓掌。小时候烂熟于胸，烂熟于心呢、可能有点外在了啊。这太外在了，这都是小时候背的个，对不对？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对，这个他必须特别熟，因为他跟烤串的有联系，他得跟那卖炭的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哎呀，不是那个《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你都会，都学。这是哪门子的《出师表》啊？我家的。你家是不是就没出去过呀？诸葛亮他们写的。诸葛亮他们写的。对，诸葛亮也有团队是怎么着？还有孔明呢。对，还有卧龙。哎呦，哎，咱就不说别的，四大名著你读过吗？四大名著我读过呀，倒背如流。真的？住大明寺。住大明寺不是四大名著，著名四大啊，不是著名大寺。啊，著名大寺，就这四个字儿，哎，来回说。这四个字让你说出一排列组合来。哎呦喂，这算什么能耐呀？啊，这对不对？这本来这就不是能耐呀。都看过，都学问都在心里呢。哦、都在心里。哎，对了，未曾清贫难成人，给你来两句，让你听一听。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鸦有反哺之意，羊知跪乳之恩。岂可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街头乞丐常有悲悯之意，抚翁帝王最忌妇人之仁。俯身桥花间，风追蝶影，抬眼望天下灿烂星辰。小有小宇宙，大有大乾坤。不求人人得道，但求得道人人。这是不是您那个烤串那价目表上写的那个？干嘛呀？啊，文化输出。哦哦，光学这个知识，左耳听右耳冒，上面听下面尿了。您说的这好像不是文化，这是？你得记在这里边啊！不用您教育我们，你这里边是不是除了大肠没别的呀？谁告诉你的？还有小肠呢！你那脑子里就一碗鸭血粉丝汤，你知道吗？您呐，您不用看不上我们，您说这些我们也都会。诗词歌赋，懂得吗？懂啊，懂的，知道啊。诗词歌赋啊，比方说啊，不是，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又来了。虽无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大智喜功名，海斗量福祸。论道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错错错，是我的错。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前边是诗，怎么后边歌词就出来了？诗词歌赋嘛，就是歌。你别着急，一会儿赋就出来了。这都有诗词，这是歌。对，歌错错错，是我的错。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没让你唱这个。丫头妹妹还没散，萨瓦迪卡伊库萨尤纳拉。李雷喊妹妹翻 sax and yo 撒浪嘿哟乌里欧巴斯米达。是不是要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你先把你那裤裆补补吧。啊，就您这歌刚才要给比尔盖茨唱，他也走了。
他回头再给他唱啊，还回头呢？别回头了，这都太难了，这都是这各方的语言知识。父亲，父亲，父亲，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影响力，凭什么说我父亲啊？凭什么说？就凭你这点东西看不上我们，就看不上你。这个诗词你行吗？我行妈呀！你把那行字去了，啊不是，就剩妈了。你把那妈字去了。谁大爷这么大声啊？哪个大爷？谁大爷的？这大哥，你跟什么凑什么热闹啊你？你长得像狼岩他爸似的。好，这边是我爸，这边是你妈，你看看，这今天家庭聚会来了是吧？我就跟你说，晚上少吃点吧，不至于的，都会都会都会，没必要显摆。好几个啊，西北玄天一片云，乌鸦落在凤凰群，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肤白貌美台风稳。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句不知道？不知道。下句是粉妆傲气张鹤伦，英俊潇洒张鹤伦，玉树临风张鹤伦，傲骨英风。你给他提这信儿干嘛？您呐，您这好有一比。比什么比？屎壳郎戴口罩。怎么讲？臭不要脸呢！啊？粗俗。我粗俗。粗不是肤浅，肤浅。你说自己，您能不能客观点啊？不够客观吗？哪儿就粉妆玉砌、傲骨英风、英俊潇洒，这么巧妙的躲过了这些词吗？啊，都是形容我的。形容你应该是，大腮帮子、满脸褶、中年油腻张鹤伦。那是我吗？是他。我是那样吗？你们不亏心吗？你们肾都亏呀、啊。您的什么眼睛能看出这个来？我是那样，我就跟你说，你一定要客观，要现实，啊，同着南京的父老乡亲，说点我们能接受的，重新评价一下自己，给你个机会。三高，虚胖，身子沉，哎，这才是好演员嘛，对吧？他勇于自我批评，我们大伙欢迎。下联呢？下联是三高虚胖身子沉，下边那是你爹张鹤伦。我就白夸他了，没有意思这样、啊。怎么了？怎么没有啊？您那个，我觉得挺好，没有意思。哎呦，我觉得不错。啊，你觉得不错？就你刚才说那些东西，我们大伙都能接得上。我给你出点东西，你不能对上联对得上来。对什么？对什么？对对联啊！对对联啊！哎呦，对对联，打小我就来这个，跟多我干倒多人了。你拉倒吧，你打小不是烤串儿吗？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银色银色银银色，色银色银色色银色色银。我以前干过传销，别提这不对啊。好好好，这些规矩你都懂是吧、哎、那咱今儿就是咱较量较量，你出题我出题啊，老畜生怎样出题我听。行行行，我看看你小猴孙如何对句。哎，我就按照你现实的这种实际情况先给你出个上联，风流倜傥啊。不不不不不，我说的比你这个要好，那完全是夸你的词儿啊、哦、对不对、哦、这个面无言兜无钱，人到中年可怜可怜。那我给你对个下联啊，官一躺布一盖，十人一桌上菜上菜。不，这应该是给比尔盖子写的，这应该是，啊。这有什么呀？对个是好点下联啊，说那个我给你再来一个啊，年纪小，读书少，不想努力，阿姨挺好。这行吗？你挑一个。这是不是都挂在你家床头了？这个？那是你的挽联。啊，你们家晚联写这个，别着急，咱这儿还有呢。来，听我这上联，面对面吃面，这有什么难度？嗯，这有什么难度？
你看，别觉得这几个字数简单啊，但是还是有点意思的。虽然只有这五个字，但是一三五是同一个字，而且它还是一个动词，有介词有动词，面对面吃面。哎，你懂介词和动词吗？你是不是只懂大腰子和牛蹄筋儿啊？这有什么难度？面对面，盖中盖不盖？哎，这还行啊，这还行、啊，对不对？背对背搓背，脚对脚抠脚，你不怕串脚气呀、啊？手拉手解手，那多恶心啊！那多嘴对嘴亲嘴，好搞对人和人生人。拦不住你了是怎么着？叫什么啊？有能耐是吧？这怎么了？哎，江郎才尽了吧？黔驴技穷了吧？尔等如同惊弓之鸟，我再略施小计就会嗝屁朝凉。兄弟，要不行咱就换换中医，好吧？没病。我觉得你现在打达格列净也不能治疗你的糖尿病了啊！我们都吃你呀、啊，好好听着我这还有呢啊，还有呢，还有。当然了，哎，这上联，弓虽强，但石更硬。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都听不懂，竟来这个？这是一个拆字合字的上联，弓弯弓搭箭的弓，虽然的虽，组在一起呢是个强，石头的石和更加的更组在一起是个坚硬的硬，弓虽强，但石更硬。拆字游戏，哎，对，听我这下联，人一大就土里埋。不，你给我说说，你看一个人加一个一合起来念大啊，一个土加一个里合起来念埋，人一大就土里埋。这有什么呀？再刺你个下联，女子好但少女妙。哎，这个倒还不错，这个还挺好啊。一提少女，你看眼睛都变成数码的了。什么眼睛数码的了，都变成放光了。别着急，咱这还有呢，我听着，我这还有一个绝对。哎呦，不可能。子曰天下无语不成对，苏东坡说。到底谁说的？子曰，苏东坡说。苏东坡说子曰说的对。那这俩人也说相声的，你看，听我这个啊，来了。一乡二里三夫子，不读四书五经六艺，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听我这个啊，十室九贫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厘四毫，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哦。我看过《唐伯虎点秋香》，还真知道啊，我也看过这个。哎，十口心思，思君思国思社稷，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秋香。秋香，你这不是秋香啊，你这是疯驴子，这是少遭点罪，跟他在一块遭老罪了。我这没说完呢。哦，还有一言，这只是个，你老抢着继承遗产，来吧，说吧。这只是一个格式，咱这还要套运，有实事。哎呦，还整挺格式。当然了，听着啊，一天夜里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特别没溜。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一到十啊。我问问这郭老二是谁？你瞧，到这儿那不是郭老二，郭汾阳啊，郭汾阳，对，从三更半夜喝到早上四五点钟，哎，啥菜啊，喝成这样啊？你别管啥事儿啊，怎么的？他搞对象了？他刚九岁呀、啊，他还是个孩子啊。他没搞对象，因为没电，搞不上。要是没电搞不上，完了。人家是死根儿，死根儿。哎呦，你别管，就这个。哎，反正这是个实事。再说一遍，我听听。你看，再来一遍，记住了啊。啊。一天夜里，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特别没溜。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你呢？十到一，张嘴就给你对出来。我听你。对出来，你觉得好？听着啊。啊。十分肯定，是今晚九点，九点，郎鹤炎八成七里子散，六道轮回五个没他，四处流浪当小三儿，遇见两个大哥点你一宿，去了吧。欣赏相声《全德报》，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
说对了。哎呦，特别开心啊！我以为这次又没说我们名字呢。不会啊。哎呀，刚才两位说了一段啊。嗯。结巴论。对，欢迎我们上来。说两句话，这个刚才这个岁数也不小了。谁呀、啊？这个李九重。主持人啊。主持人。啊。主持人还小呢。那你说的。瞎聊，我说的是这对演员。李九重、李九江。净瞎看。他老这样。那我不看人家，我看你啊！你这《葵花宝典》有什么可看的？不是，你看，你按理来说，你这个岁数不应该了。我这岁数怎么了？对不对？其实都有点悟性了。嗯。现在人家是有点这个遁入空门的感觉。我遁。老给我们灌输什么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哎，对，这。他的口号就是有空即色。人家。别胡说八道啊！不是这么说吗？我怕你们都宅出去了，是怎么了？不一样啊！我们来德云社这么些年，嗯，对不对？跟着我老恩师的步伐，是学习的都是传统的东西，传统艺术。对了，相声演员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没错，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都得。大伙都知道，最开始我们有个德云基地，啊，知道吧？知道吗？不知道啊，没就当没说。那个啊，德云传习社。那后来是传习社，有那个吧？对，你比如说刘晓婷、什么周九良、高小贝、王九龙、侯小楼，对，那个尚小菊，对，他们都是从我们这个所谓的都是从这帮基地里出来的鸡孩子，都跟木兰有关系啊？不是，这帮基地里打的基本功，我说的意思，对对对，扎实，特别好，每个人都得练点东西。那时候这我天天教他们压胳膊压腿，我那时候、我比他们年龄长一点，所以您的鞋就飞出去了。我给他们看工，哦，看工每天压胳膊压腿练这个。哦，您还是老师一级别的。你现在知道给我要磕头了？我没跪下。怎么了？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因为我来的早，而且我岁数也比他们大啊。再说来德云社之前来说，大伙有能知道的，我对戏曲来说就是因为这个来了德云社嘛。你不烤串儿吗？我烤你妹呀我呀。你烤我妹干嘛？你烤串儿的吗？哪有烤串儿的事儿？那是以前，那是有那么一年的就是烤串期。一年的烤串期就烤过那一年的串儿。哦，剩下在之前就是保安。保安也是干了两年的保安期。哦，再往前就是看客混江湖。最开始来的时候学的是唱戏。哎，您最开始学的是唱戏。哦，您不是说学相声来的？报考德云社的时候，当时我是为什么前两次就是大伙知道三进三出啊，把我淘汰啊。对，太优秀了，多不要脸呢。这位他教不了，真的，我那时候我会的那个他不会。哦，就您烤的鸡翅从来没糊过，是吧？不是烤串啊。那会儿我跟你说，我不办这个，我之前唱戏的。这不是，咱先别着急，我您唱戏的。对，你看你上百度履历都有这个。百度就到烤串就德云社了，没有您唱戏这个。哎呦喂，狭窄了，狭窄了。哦、谁还上闹钟了这是？这么着急吗？这是不是刚几点啊？你有表吗？你就看呐！我几点啊？这是要扎针的，这闹铃了，怎么耽误你睡觉了？到十点就没车了。来，谁闹铃？来，给我看看。来，我站起来。坐下吧，坐下吧。第六排的胖子，举报你了。第六排的胖子，第六排胖子跟了我们十多年了都。哎呀妈，这会儿就要睡觉了，我陪他睡觉就不要了。兰花这是怎么来的？手指头啊！兰花打小戏曲练这个。哦，我以为是抓炭烫着了呢。练的生旦净末丑，神戏老虎狗，刷戏报的，扫后台，扫地擦地，奶孩子都得会这个。你们要看什么？要看奶孩子？你们是疯了？这玩意儿也看？人家说奶孩子什么？作笔成案。知道吧？作笔成慢是什么东西？戏台上表演全都是假的啊！说一奶孩子，我就是奶妈，他就我的小表辈儿。对，不是啊，真的，一扮演来说，我就是奶妈，你就小宝宝。角色扮演。对了，没有真吃的，戏台洞房也没有，这对不对？
对，是，都是表演，人戏台上一动房，锣鼓家伙一吹就。你一唱戏，你看那个红幔帐帘这么一拉，哎，桌子一晃悠，这还没有真的呢，这就形意的演示。哪儿啊？桌子都不晃。我知道，就跟你看电影似的，对不对？两个人亲密的时候，两个人比方说亲个吻，哎，镜头啪一转，就到脚底下，脚一勾勾，哎，就结束了。你为什么这么猥琐的笑？ 你肯定是跳着看的。他绝对不是，我只是脚一勾。对呀、啊，人家到的小脚一勾，人家叫蒙太奇手法，到他的脚一勾。对，人家没有说，人家表现的是艺术，不是那么龌龊的东西。对，就是您明白了就行了。戏曲也是啊，就在两个人一表演，说奶妈小孩一就做个样子，那哭也是。为什么都真像、啊？为什么都是？都没有哎，没有这么哭的。刚才那声那是李九江的媳妇儿哭的。戏台上都讲究这个。哎，是是。我跟你不瞒你各位，我唱的是《忆调高腔》，我家传。什么您？《忆调高腔》。忆调高腔。东柳西梆南昆北弋的《忆调高腔》。哎呦，那我这家传啊。您家传。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的爷爷的父亲。你先等会儿。啊，对。都在往上传，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爷爷的爷爷，又传回去了。打篮球呢是干什么呢？不，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的爷爷，我的爷爷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传给了我，一辈儿一辈儿。哎，你学吗？我学，我不学。你看，你看，挑食，哪儿挑食去了？刨一坑把我推进去了。这玩意儿为什么说一些？现在我不想说这个了，为什么？没人爱唱，没人爱听，会的人少，更是凤毛麟角，知道的人更不多。所以说这门艺术失传了，要完了。哎，就您这三声确实无后的感觉，这是。我是感慨这个艺术要完了。哦，好 吧, 好吧，不是这个艺术，艺术确实这个艺术很少有后，现在不是、啊、没人学了，现在都学那个街舞，都那个。您也不要感慨 B-box 不要感慨说唱死根儿，这玩那个，这年轻人喜欢这些，但是今天来听相声的也都是戏曲爱好者啊。刚才您一说我是唱戏的，大伙儿就有人说了想听您一段，想唱一段，有人爱听这个。你看看，妈呀，孩子那闹钟是你上的吧？哎呀妈呀，孩子你能这么支持戏曲呀、啊、戏曲这根断不了啊，从你这儿就得延续下去，你还不赶紧拜人为师？戏曲没有希望啊！你都这样，你有啥希望啊？你不是扮演扮演哦，立刻就上身了。对啊，现、哦、在小孩能喜欢这个，我感慨颇多。嗯，确实不容易。对，小孩能喜欢，啊、我以为小孩就喜欢那个什么，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他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他，准备好了，我哟，一起探索吧。我以为小孩都喜欢这个。不光小孩喜欢，这俩大胖子也喜欢这个。在小小的花园里，哎，抓呀挖呀挖。在大大的花园里边。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咱们这个节目很快就结束了。这个东西都是时效性的，比方说咱们现在还能拿这个开玩笑啊，一起那个来一块演绎演绎，大伙一块乐呵乐呵。嗯，但等到过了那个过了50年，这可能大伙就忘了。啊，这倒是，对不对？对，他可能不延绵，但是戏曲还是传统。哎，对了，又聊回来了。对，就是这么巧妙。一聊戏曲，我就特别的难过，真的。因为他是个丁克家族，他是。咱们来一个戏曲，您说的《忆调高腔》。来，这个我也略知一二。你真的吗？我会的。这要真说这个，他会这个，咱俩我陪你来一回。别，您这是捧我了。因为现在能跟我陪我来这个来不了了，上次那个一勾勾结束了。比那怼死的那还快。对，能来这个我很是感慨啊。现在像这种小胖子小、那个、小胖子像小胖子这种啊，就像这种演员知道的会少。啊，对不对？你能说陪我唱一会儿？我陪您唱，我很欣慰。您轻点，我这袋儿也开了。
不行，要不行我收你一徒弟。哎，不，您别老惦记收我呀，您要真能唱，对不对？以后你叫张小伦。我叫张小伦，我永远登不起来，这怎么着？张小伦，郎小伦，好不好？我给你起个名。郎小伦了，姓都改了。好家伙，我改小字了。跟您唱一出，大伙儿也看看。行行行，一表高腔，可以啊，我很欣慰啊。得嘞，嗯，咱挑出戏，你挑吧。哟，我挑。对，不是因为这我会的不多，我就会这么一本。哪本？哪个？《全德报》。全德报。对，我能说出《全德报》三个字来的，我他还真认识字儿。我以为你夸我呢，全德报谁不知道啊？全德报知道这个戏的人是凤毛麟角啊！啊，是，他是连台本戏传下来就剩八本了。哪八本？头本《官榜》，二本《别女》，三本《入府》，四本《招赘》，五本《洞房》，六本《训女》，七本《考童》，八本《荣归》。还真不错，能知道这八本的非常不易。嗯，我跟你说啊，那个贯口就不背了。为什么呢？我跟你说那个太长了，简简单单的啊。大段要说这个唱全了的话，我跟你说得唱。三个月，那还真是八本吗？连台本戏吗？咱怎么办、啊？咱唱当中最精彩的这个《洞房》。洞房，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信不信我把你小脚弄狗狗了？哇，我好期待、啊！你先把期待记好了吧，还好期待。哎呦，我期待兄弟，期待兄弟，老秦，那我期待兄弟。哦，是是是，那你怎么长得那么寒碜呢？人家那么帅，那么亮，营养都被他吸收了。哦，好，行行行，褶子都在你身上呢，你看你唱不唱？不是说到这儿了吗？就唱哪块？唱训女。训你，现在就想训你。别训大黄，训。都什么时候了？你小白，你别老这样。小白秀。小白秀。小白不想秀。小白要秀，还得把鞋踢出去。现在就来训女。训女，好吧。训女，咱们先分配一下角色，你先挑。啊，你挑，剩下你再挑。俩人唱戏，我先挑完了，我再挑啊。你先挑，老话说，让妇女和孩子先挑。这位眼神就是不好，你瞧。行行行，那我先挑啊，好吧。窦公训女，那我窦公，那我窦母，我窦蛐蛐，我窦油炉，我窦大人，我窦小孩，我窦小黑小子，我窦大胖娘们。你这不还是洞房吗？这个。怎么了？着急了？你别！你往我这儿凑什么呀？我看是你们着急了，是。我说窦公不是窦母啊，还窦油葫芦了。你说的什么？窦公、窦燕山、窦员外。你说窦员外呀、啊？他来个窦公，这不拿我们寡妇世界开玩笑吗？我从今以后再不怀疑您的性别了。你别拿我开玩笑啊！哎，我窦员外，我是窦夫人。哎，对。明白吗？这不是寡妇失业的了？没寡妇，咱还是一块儿的。你还没死？当然了，我以为我跟照片演的。你跟谁照片啊？我知道，我来窦夫人。后边还有呢？还有，后边有老院子。干嘛的呀？通风报信儿的。我来，精明强干，啊。老院子那么娘啊？你这是？不是精明强干的，好，擦汗、啊。身体不老好的，老擦汗。你才肾虚呢。我可没说您肾虚啊，你自诩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小丫鬟，干嘛的？伺候高桂英高小姐的。你来，你天生你天生丫鬟命。谁天上有这命啊？这长得就像丫鬟。行行行行行，还有这个石守信，干嘛的？石姑老爷，我来。一听就主角，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粉妆玉砌，大腮帮子满脸褶，没完了。还有高桂英，干嘛的？石守信他媳妇儿，你来，天生就像娘们儿。行行行，还有高怀德，干嘛的？吴老生，吴壮，我来。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粉妆玉砌，葵花宝典。还有高童，干嘛的？高怀德他儿子，来我来。合着我不是你媳妇儿，就是你儿子了。你看，你看，你看，你乐的。你们家乐是这模样，见便宜就上，我也没掏着啊。行行行，就这么分配了，好吧。然后呢，您受累跟我搭搭桌子，干什么？区分出前后台。搭不动。怎么呢？我是窦夫人，我们只负责生孩子。不是，您入戏太早了，还没开始唱呢。我只负责小脚一狗狗。您自给自足去了那是啊。您呢，受累跟我搭的桌子。打死你，我用不着你了，我还自给自足。你看你这模样，我宁可找老秦去，我也不找你啊。来吧，快点。我也想找老秦。不成，搭桌子。
哎呦啊，好重哦！你搭了吗？你就说重啊！这个桌子异常的重。废话，我这搬着，你这摁着，能不重吗？不信你自己搬一搬，你感受感受。怎么可能的重、啊？它比别的剧场的桌子都重。没听说过。搬试试。可以。来吧，俩人一半。哎，老师，这是桌子，不是圆规呀、啊。哎，就。我爷们儿好厉害，哎，威猛威猛先生，你才刷厕所的呢，夸你威猛呢，别来这套啊！我爷们儿好威猛，成了，不是怎么硅胶给你打碎了？我就剩半条命了，半条命、啊、，CS 半条命，现在都是 CS God 的 ，Fire the Hole 啊 ，Fire the Hole。全都炸瞎了 ，F 四哒哒哒哒哒，好，可以了，可以了。他们都没玩过这个，没玩过。对，行，然后呢，还缺两把椅子。好，谢你一人一把，不知道疼你娘们吗？你先疼疼我吧啊，都让你打碎了，啊，一人一把。快去，不懂得怜香惜玉。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1000万？多少钱？10000？你跑这洗钱来了？听相声哪有这一？不可能，我的票我了解，都是不可能10000一张，10000就是洗钱来了。没听说过。你这么有钱，你把我包了吧？我不想说相声了。我说，哎，不想努力，阿姨挺好。你先回来，阿姨也不想努力呢啊。来吧，行了，喊什么玩意儿？你大，啊！他说什么呢？他在二楼喊的，我让他二楼待着，下来得补票。哦，好了，这就分配完了啊！咱们现在准备开唱，开唱，把那个穿那个寿衣拿来。寿衣？穿那个寿衣？不，你这个气色能扛到明天？穿那个得有吧？唱戏。啊，那唱戏那叫行头。对，我说行头，我怕你不懂。你说寿衣吓我一跳，我以为我成官夫了呢。我这把寿衣不是把行头，没有，没有，就穿大褂，就穿这身。对，这身谁知道我是窦夫人啊？那，别，这场戏又不是澡堂子。哎呀，你这挺大的妇女的，咱还脱？那没买，你别脱。我他是不是10000块钱那个呀？你还惦记这钱数？你上后边干嘛去？我包一包头，扮演一下。你还化化妆啊？对，还真不容易。其实我们这个换新手绢来，是吗？其实我们这个，哎，你要不磕死的你，磕死你就成寡妇了，啊，官夫，磕死你就成光棍了。光棍是没结婚的，科斯，你这再找一个是吗？找那10000那个，阿姨挺好。行，这打扮，我的个天哪，还真紧致，月纹都没了。行，咱们现在可以开唱了吧？有，来吧，有请乐队老师。啊、没有乐队，没有乐队，嗯，没有乐队，我跟你唱个6啊。什么叫唱个6、啊、没有乐队怎么唱啊？咱们锣鼓家伙拿嘴学呀，拿嘴学的不 B-box 吗？那这倒谈不到那么高。B-box， 这个 listen gentlemen 娘们们一块给我摇起来。谁跟你娘们们一块摇起来？不就你跟那7个娘们一块摇起来吗？你摇不摇？我不摇。你不摇咱怎么来？摇我也中不了奖。怎么来？咱们就一块儿拿嘴学，拿嘴学啊！打什么家伙？东秋锣知道吗？东秋锣啊，东抬腿，秋落腿，三棒半到抬口。放心吧，啊，来吧，没有错不了的事儿。好的，合着他就没对过。来啊，东秋，东
我夫子庙等你啊。你干嘛？你找老夫子去啊？我找什么老夫子？给你埋那儿。三棒半到台口不说了吗？您这冬秋没完了。我直接给你送秦淮河里去。你在这畅游，大肚飘扬。你这么胖不用油，直接飘起来。我这么胖是不用油，您这肚子里油也不少。三棒半到台口，三合为一棒啊？冬抬腿，秋落腿，这是一棒啊。哦，看你腿了。对，不用那么多。One, two, go！您到秋啊？你倒落腿啊？你不秋我怎么落？不落腿怎么秋？不是这有什么？你快着点就完了，太慢了。那你说快点不完了吗？快点。剁馅儿呢？我想把你剁了。我想把你剁了。你也可以练葵花宝典了。我练不了那个啊！您这忒快了又。你又跟着我的步伐，同步好吗，老师？好嘞，快点吧。冬秋，冬。什么声？哪有个半棒啊？不三棒半吗？我以为我掉沟里了呢。朝来嫦娥起永恒。好个六！你懂？你会这个六啊？你知道六啊？该你了，你个老六！该你了，你才老六的，你是光着山腰哥，他这啥呀？管着管不着啊！而且还就他自己，你是不是副导演呢？他把这灵长来了，他是个灵长类的动物。我们都属于灵长类动物，你呢？不好笑。你属于有缺陷的人类。冬秋，冬，他也掉沟里了。冬秋，我出来，冬秋，冬。唱，咚！你守灵来了，我早晚给你守灵，我早晚让你气死。冬秋完了以后，您到这儿就唱啊，这还得唱呢，多新鲜！什么词？我朝来嫦娥起永贺，我那句呢？仙人堂前列绮罗，老词儿，就是老词儿啊。行，老了，来，朝来嫦娥起永贺，仙人堂前列绮罗，呵呵。他这还有弹幕呢，阿夫人，阿汉子，您别叫汉子呀，阿爷们儿，爷们儿也不是那时候的，阿丈夫，丈夫太现代，男人也不对，屋里的，哎呀，这更不像，炕上的，越来越内陆了，啊，欧巴，撒浪嘿，你有头发吗？你在这这谁是这是抓头发了？我叫您夫人，您不能叫我这汉子屋里的是男人，男人也不对，不是男人，是男人，但不能叫男人，你叫老爷，这老爷，老爷啊，啊夫人，啊老爷，夫人请坐，老爷请坐，也有坐，也有坐，夫人坐，来了，穿，怎么了？美的你，啊，谁美？废话，你那有座。你不让我过去来坐吗？谁让你过去坐了？夫人请坐。我以为你说来坐。不用，坐。好。夫人请坐。来，请坐。有坐。有坐。我，你脑袋有点绿。阿夫人。阿老爷。你我女儿哪里去了？哈哈，你猜呢？我猜个六啊！我猜，你个老六，你说戏词儿啊？我这不粗，粗戏的戏啊，唱戏的词儿，什么？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老词儿，就是老词儿嘛。咱都演这么多遍，我以为你要改。改不了了。
阿夫人。啊，俺老爷。你往女儿哪里去了？我能猜到。谁问你了？我知道，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你猜的。我怎么又猜呀？我说什么？为何不见院子报来？为何不见？为何院子？院子报来，院子报报。你说你呢？谁报？报啊！你报，我报，该你报了。好、哦，来来来来，快点啊！来来来来，还是饿了吧？你这不是还是奶孩子吗？这是？那怎么？你不让我抱你吗？我让你抱，是你不是老院子吗？你刚才说自己精明强干，我来，老院子通风报信。这会儿老院子上了。对呀、啊。早聊啊，没有夫人了。哎，这好，就那早聊啊。阿夫人，啊，老爷，你往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啊，不见院子报来。你找耗子呢是吗？哦，夫人的手绢不见了。哎，无所谓呀。啊，不行，夫人少一件都不可以。啊，老爷在这儿呢。我突然间想起一句话，什么？跟你唱戏真是没得屌丝。这应该是个成语，没得屌丝四个字儿，但是快坐吧，多少沾点方言，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生个二胎的意思？生什么二胎？我看你我要拉语，我要拉语，哎，这好像我要吃辣椒的意思。快点吧。阿夫人，啊，吊死！什么？老爷，啊老爷，啊老爷，你往女儿哪里去了？老爷，你不要笑。阿夫人，啊，老爷，你往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为何不见院子报来？院子报，院子报，报！冬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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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秋。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你这时候应该跪下，跪下。为何不见院子报来？报！冬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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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怎么了？有点硌腿。硌腿啊！你刚才你跪晚了，再来一遍。为何不见院子报来？报。冬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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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秋。哎呀，哎，这回怎么样？好多了吧？啊，谢谢老爷给我垫一护垫。哎，没事，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报。冬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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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秋。启禀老爷，你情绪不对。咱还贵不贵了？我让你刚才整我，嗯，再来一遍，最后一遍啊，来，报，是最后一遍吗？报，冬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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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秋。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忘词了。忘词了，像话吗？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后小姐在后花园撒泪分别。好。报。不是。谁说从头来啊？听他们的。这个戏怎么这么累呀、啊？启禀老爷，大事不好！还是个华贵，你看这。都上来！报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撒泪分别。我媳妇儿跟人家跑了。这不你刚才说的吗？高桂英，高小姐呀，我们找不回来了吗？应该谁啊？应该是高小姐。啊，直接说吧。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撒泪分别。你在镇江？撒泪分别。这！哎呦！你滋的什么？你滋的？你怎么动手打人呢？歇死你！早就想歇你了。
你是院子，你是傻子，你吃我的，你踹我的，我是你老爷，你是个屌丝。咱没法唱，怎么没法唱？你是不是院子？你院子是奴才吧？怎么了？我演的是老爷啊！昨夜晚三更时候的事儿，你到天亮才告诉我，我能不吹胡子瞪眼吗？我错了。啊，老爷原谅我。你起开，没见过老爷给院子喂奶的。啊，我老爷，你我都听到你的胎动了。老爷饿了。您呐，您不能有这么多肢体语言。那我应该怎样？您得有这个心理活动。你我一问你就全身颤抖，如体似筛糠，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好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地上有个地缝都得钻进去。明白了，害怕了。哦，明白了吧？奴才我知道这。主子发威，奴才撒碎。撒碎就尿尿的意思吧？不，意思是。好，我知道了。意思是，他的意思就是好比啊，主子发威，奴才撒碎。哎，撒碎不是真尿。对，不能不用解释这个。好比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磕头如鸡奔碎米，是体似筛糠，颤抖。好比地上有个地缝，都得钻进去，就这感觉，来掩饰自己的恐慌、怯懦，就看那种找缝那种感觉。对对对，你就看我能不能找着这个缝。太好了，太好了，再来一遍，咱打头来啊。冬秋，冬秋，冬秋。没躲过去，招来嫦娥青龙。冬秋，冬秋，冬秋，冬。自己给自己挖坑。冬唱唱唱，仙人堂前猎绩罗。啊，夫人。啊，韩老爷。我成汉朝老爷了，夫人请坐。老爷请坐。有坐。有坐。夫人，夫人，夫人。有坐。阿、啊、夫人。阿、啊、老爷。你往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天道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为何不见院子报来？院子报，院子报，报报。冬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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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冬冬冬秋。请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昨夜晚三更时分，是我老爷与我家他们全跑了。什么？他们全都跑了！全都跑了！全都跑了！无敌！这！你干嘛呢？我找缝呢。去你的吧！妈去！哎呀，真是小娟儿、啊。现在是到了返场的时候了。到了返场的时候了。刚才大哥能喊出别走，待会儿妈去，这都是我十年前那个时候的总演的一个作品。然后今天来了有新观众，也有老观众。嗯，甭管是您新观众还是老观众，都是捧我们德云社的，是捧张伦郎言的。谢谢我的衣食父母们，啊，感谢您各位。没有什么能耐，就有一膀子力气来逗您开心。希望呢，您啊，这个今天呢，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真说您觉得哪段相声不好呢？您各位呢，多多就做自我的批评，对，好吧？自己批评自己，因为我们演的挺好的呀。可别这么说，也是那个啊，我们啊，您要觉得哪儿不好呢，你就提出宝贵意见。哎，我们也不改，对，好。咱们得改，改改完再犯吧，嗯，犯完再改，千锤百炼了。行了，都演完了，退票，都演完了，结束了，完了，全完了。这么着吧，结尾了啊，给大伙儿唱点，好不好？嗯，先来个小娟，好不好？哎呀，我的天儿啊，破鞋露脚尖啊。老师让我交学费呀，我说等两天啊，没钱我光交烟啊，外边飘雪花啊，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啊，她是我的心肝啊，起名叫小娟啊，
比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小娟，这个来说啊，就是我们德云社来说嘛，每个人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一个代表作。哎，都有。我呢，这也算我一首单曲，其中一个。小娟，说单曲你们笑什么？真的，我出了一首单曲，就是叫小娟，什么上网可以搜一搜。嗯，还很好听的，还不错哦。还、哎、没有这么自己夸自己。对，还出了好几首呢，还有什么我在天庭当小三儿。嗯，这是小娟的第二首歌是吧？嗯，我在天庭当小三儿，嘿，叉儿，叉儿，当完小叉儿当小三儿，回不去了。啊，来两句，就是好多那么歌嘛，还有那个我是你的蝴蝶，翩翩飞，也是自己的歌。然后，比方说，德云社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代表作啊，比方说岳哥。小月，对月哥的怎么啊？还真有人跟你唱啊！但是比以前少多了。现在你唱的时候脸不红吗？自己说唱的时候，周边有没有人跟着唱啊？啊，这破歌还有人唱啊？哎，这叫什么话？其实真的，这是一个经典的歌曲。我们现在来说，每当唱到月哥的《五环之歌》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觉得恶心。嗯，哎。就是不唱了，真是好，时间太长了，这是一个经典，也是一个回忆。嗯，人家的经典的作品能流传至今，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哎，是对不对？五环啊，一直一唱，大伙都一块万人合唱，我觉得这是一种成功，存在即合理。对了，岳哥还有那个，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感谢那人间的爱，传承了千万年。亲邻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只是春江暖。花开山顶那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谁家的尽头又到了金钱，谢谢我最牵挂的人挂牵。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爸妈已皱纹呈现，翻过岁月直到永远。月哥，还有那个辫哥哥也有代表作，他代表作是桃叶肩上肩，柳叶就遮满了天，也许为这个明月宫，细听我来，处在了清溪蓝靛厂啊，蓝靛厂的这个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呐、啊。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一位女儿婵娟呐，小妞儿哎，年长一十六啊，娶了个乳名儿。姑娘叫大莲呐、啊，秋雨那下连绵，双江那清水河，好一对多情的人，双双就跳下了河呀，亲人哎，你死都是为了我呀。变成了小曲儿来探清水河。小辫儿的代表作。对了，我师父也有代表作呀。啊，说天气，咱们要完呢。这是说咱俩要给咱们扎针的，这是真是给咱俩刨针。这是师傅的代表作，不能瞎唱。对，
叫小帆嘛，这是代表作。叫小帆，咱唱了师傅以后唱什么？啊？真唱叫小帆？你可千万别，你就来一叫小帆。你啊，今儿的今儿了，怎么上劲儿了？翻的翻了，谁翻啊？来。我给您搭个腔啊！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把这庆墙叫小娟儿，娟儿啊！谢谢大伙儿啊！嗯，还想听什么？叫听什么？大哥，大狼，叫听狼烟跳舞。我跟你说，他抖音来说，他总看那个什么退退退，他都是那儿学的。人家不是往前吗？那大妈，退退退退退，人自己往后退。对对对，也看那个什么，很想某人，你最想见的某人，你最想见的某人。削面的是吧？什么？先生，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很想某人，我最思念的某人，我最想念。他这还是山西削面，是吧？那个，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 ，My name is Jicky 啊，这就是那个大哥说的那个。然后我想看看你来这个，你想看我来那个？啊，去买票去。来一个好不好？啊，来一个，这个。要不大哥你上来咱俩一块儿跳啊，这个地板稍微有点滑啊，您各位多必须啊。我没走。什么？这是你的债主是吗？我看看主持人，然后大家都看我啊。My name is Ch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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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ky. My name is Lala, Clum, Clum, Cha, Cha, Cha. Chicky, Chicky, Boom, Boom. Chicky, Chicky, Boom, Boom. Chicky, Chicky, Boom, Boom. Clum, Clum, Cha, Cha, Cha. 欺骗观众，你少一个，啦啦啦啦啦，是不是少一个？他马上就出师了。我记得他有一个啦啦啦啦，我记得有这个，这稍微有点滑。再重来一个，重来一个，重来一个那个黑桃 A。我今儿也豁出去了啊，南京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没事，到时候给你埋一阵儿。他老惦记着摔盆儿，你瞧瞧，你才孝子呢。一起来啊！我不会，等我今天我学学。嘿嘿，你是我的宝贝，想你的滋味夜夜破碎。宝贝宝贝，我们干一杯，这是你最要的黑桃 A。 宝贝宝贝，我们干，还真不好来这个。宝贝宝贝，我都听那个擦玻璃。擦玻璃不是这个吗？你擦自己干嘛呀？你自己是我不知道，我告诉他们擦玻璃，擦玻璃。他给咱多少钱了？我不知道。哎呀，这样咱俩一块来一个好不好？一块来。对，来唱歌。唱歌。哦，那是我于大爷的代表作，他是人真正的老骚猫。我们俩还没到那个年纪，而且也不够骚。于老师也是性情使然，咱俩来一个墨好不好？来一个墨。好好，你先起头，我先唱。嗯嗯，忍不住花。不行，不带动作吗？哎，这很抒情的啊，抒情的。行，忍不住高，忍不住高，忍不住，我说高了，你看他高高，我以为我唱低了，往高了唱。第一句我就说了，我说高了的意思。行，得了，后面有多高，你自己什么个头心里没数，还跟个头来。忍不住化作一条固执的鱼。我还抢词儿啊！你这杨柳独自游到底，
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高腔会高腔。我被爱判处终生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笔下画不完的圆，眉头解不开的缘，是你。为何爱判处终生孤寂，挣不脱，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剪不断的结，是你。啊啊，失去你。啊，我失去你。谢谢大伙儿啊，把演员都叫上来，给大伙热闹热闹。来，来，有请今天这个来南京演的所有的演员。好，我们这一台，你看啊，你看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好，你看胖的是自由自在，肥的是千奇百怪啊。啊，哎，你看我们几个还都挺帅的啊。你看他们俩都笑而不语。哎，你们四个，你看这胖，哎呦，你们丑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我不能说你们丑，知道我那显得我很没素质，但我也不会说你们帅，因为我不瞎，你知道吧？就你，哎，你站那头里去，你站那，你站离我家那块儿去。你看你们像不像一个 WiFi 的信号？哎，从小往大。哎呀，咱挨个介绍一下、啊、一个看客还那么多话啊！来，马肖胜，申李元。郎浩辰、张九林，这是鲶鱼，李九重，旁边这位是李九江。今天这个是部分的演员啊，咱们呢一块儿给大伙儿来一个怎么样？好啊，咱来个雀唱歌吧。好，来，谁会贴板吧？来，来贴板。来，申老师，快板。唱啊！从哪儿进？从哪儿进？从前门进。从前门进来。混沌初分，实在难消啊！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日月穿梭催人老，有争名把力劳，难免死生路一条。八个字造就，命也该找啊！八个字造就，命也该找啊！树大根深，要扎稳牢啊！人守这个教条，武艺高啊！惊涛三遍吃天水，劝民工你们人为高，千万别把这个小人笑，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买卖人能忍，和气生财呀，无论这个穷富一个眼儿看待，买卖卖的手主刀，站柜台小眼开，休要发困你莫要发呆呀，赐你这个买卖怎么养而不发财呀，赐你这个买卖怎么养而不发财呀，
君王有道乐逍遥啊，十万里江山扎得稳牢啊，文官能人戴纱帽，武将忍得穿蟒袍，吃粮当兵也得忍着啊，似这样太平景象谁不乐逍遥啊，似这样太平景象谁不乐逍遥啊，庄稼人能人起早贪黑，哎哎呀，土房子磨泥巴防备了雨来催，哎哎呀，地要是播了多加点儿料啊，顶星星待月归，耕种出跑忙几回，到秋来收粮阖家喜双眉呀，到秋后收粮阖家喜双眉呀，大千世界南北西东，三寸舌六方台，娱乐升平之山，轻摇谈天下，春花秋月冬雪风，留着残荷听雨声，冷眼看浮生如梦，烟雨化飞龙啊，冷眼看浮生如梦，烟雨化飞龙啊，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争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冲好汉一逞刚强，金银财宝梦荒凉，倒不如德云社开心笑一场，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啊。本场演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请您有序离场。谢谢大伙，谢谢各位，很开心能来南京演出，接下来呢给大伙唱首歌好不好？
想上来。我的天，我这是我的专场吗？第二次遇见这么尴尬的事情。刚才第一场的时候观众喊退票，第二场主持人居然都没报我们名字。这主持人可能也觉得退票了该。哇的天，要不咱们自己报一下节目吧。好难过，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哎呀真逗啊，我发现每次演出啊都能遇到这种意外。我真是，我现在意外，我觉得慢慢的我现在心脏搭桥都快干碎了。您这心脏太脆弱了啊。也没关系吧，反正往往这些事儿啊给大伙儿呢添点乐趣。对，我们演员呢也是添点事故。对于我们来说意外就是常态。对，而且以后啊都能在自己的阅历上写着，王爷有一天上台主持人报错了。哎呀，那逗哏的也说错了，李九重李九江。他就没说咱俩。对，介绍一下，我叫张鹤伦。他不报名我自己报还不行吗？大家好，我是郎鹤炎。是，我知道你们喜欢他，对不对？我知道，老话也说了，不喜欢没关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心态好，对不对？强扭的瓜不甜。但是我今天想蘸酱吃，还是没离开烤串。不喜欢我没关系，也罢。哎，你叫我干嘛？我歇死你！一个措手不及，他就找我。你看，你懂得文言吗？懂得吗？刚才白给你普及了“知乎者也”了，是吗？普及了，尔等知道个屁！我现在就想给你把你脖子薅出来，你别老在壳里待着了。来说什么什么壳？我扶着你呼吸一下上面的空气。我让你尝尝一米七以上呢，还上边的空气呢？你呼吸的好，你不就是想闻姚明的屁吗？你看，你这个头也到姚明的大胯。我不跟他走太近，对不对？这是当下最红的演员，真的，当下最红的演员。这也是红在当下的演员啊。还是淡蓝色的。咱俩，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儿子打爹天打雷劈的。不是，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哎，你说对了，是不是没挨过打？没挨过打。没挨。你给我拉倒吧。怎么着？当年你妈打过你两回都没打掉。你这包袱挺好的，下回别用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别胡说八道了啊！别互相攻击了，这不是你先挑唆的吗？咱俩在台上来说老这么相爱相杀的，我觉得不太好。咱俩哪有相爱啊？你快，不是咱俩合作多少年了？13。对，十。你能不能看我一眼呀？自己都不看，很自信啊！这不是十吗？是三，我那意思。啊，行，你说什么都行，对不对？谁让我是个捧哏的呢？13年了。对对对，哎。说良心话啊，叹气了。为什么呀？很感慨啊。我当年啊，在一块儿来说什么都不是。我彷徨的时候，人在我身边陪我。我可别怎么。无助的时候，人在身边陪我。生病的时候，人在我身边照顾。应该。完，只要他在我身边，我没好过。对。你去找霍金去，你找乔布斯，我怀疑是你方的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遇见你之后怎么样？哎，拨开云雾。我还是阴天，他压根儿就在圈里呢。不一样，嗯，咱俩来说吧，合作10多年了，对，你从青春年少，对不对？到现在的人老珠黄，都不再年轻了。你现在多大岁数了？我不瞒各位，我42了。42岁了，哎，跟大伙说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我长寿的秘诀就是给儿子捧哏，啊。我早晚有一天我摔死你，你摔死我你就是孤儿了。你们家有一米七以上的基因吗？你回家看看户口本吧，多少沾点了霍比特人的血统。我们家户口本上就是男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看看这族谱，族谱是伤情最是晚凉天，巧嘴斯人不堪怜。
网上这祖宗牌，道德三皇五帝，你管着管不着啊你？你们家我觉得多少少少跟那个武大郎沾点心情。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没有，真没有。你是祖上没有卖炊饼的？回忆回忆，大郎该喝药了。还真没有，不可能。他姓武。哎呀，反正来说吧，岁数不小了，42了嘛，42岁了啊、哎。今年也是本命年，兔子年，是吧？兔年，兔子年吗？兔子年呢？正好是你。兔子年，哎呀，兔子年了。人说男人啊，一旦过了40啊，就像蒲公英一样，漂泊不定。不对，一阵风说秃就秃了。今年是我本命年啊，对对，没完了，岁数不小了。哎，对，还呢在舞台上活跃着，说相声啊。因为我师父来说，岁数也不小了。那可不嘛，对不对？人都是中年演员了。对，这都算中年演员了吧？我还谈不上。土埋到脖子的演员，终了的终是吗？中年吗？谁土埋的脖子呀？那怎么？人说自己，人家我70-80了，我这土埋半截了，顶多埋半截到我这儿埋脖子。你土埋半截，对不对？你看看。哎，你再往远点，哎，对对对，好好好。是吧？你再离远点啊，再离远点，对，哎，好极了。那土埋到桃的演员。咱们单位就一个桃儿，你还把它埋起来了。哎呀，不是不是影射我师父啊，我师父永远活在我心那个、啊、你活跃在舞台上啊，对不对？然后我这搭桥都快碎了。祝福我师父，人家在天愿做比翼鸟。你就千万别大喘气，真的、啊、人家向人学习，对，向人致敬，好好说相声。站在这儿你不得谢谢师傅啊？这得感谢。当然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对对，没那么多，对，还有前台、哪儿的后台前台得感谢人家吧，后台的师兄弟和其他老师。希望你啊把相声那个发扬光大，别让这门艺术就毁在了你手里。不是，你先等会儿，咱俩不一块儿吗？干嘛希望我发扬？谁呀、啊？咱俩一块儿努力呀、啊！对，咱俩别较劲了。嗯，先说良心话，就是咱俩一块儿努力。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努不了了。说相声，兄弟，基本上这行业，对我来说，我感觉算废了。不是，你这不挺好的吗？完了，现在我基本上干不下去。怎么了？咱说相声。你现在你也看我，这两天你能看着我，现在都混迹别的圈了。您混别的圈不得饿死啊？你看，你看，你看，狗眼看人低。你看，你老说我这个，就你这态度，上哪儿能混进去？你说相声，只是我表面的一个身份，大伙儿可能还不太了解。烤串，烤你烤个屁！烤串，就只有烤串你，我一千都怼死你！我，那还是烤串啊？你干嘛拿签子呀？不是，不是。不是烤串，不是保安，保什么安？保什么？他定棍一下。保安那是保卫一方平安。哦，美团是吧？游走在各个高校，一边烤串一边当保安。肤浅，肤浅，肤浅。你以后别叫张鹤伦了，你就叫肤浅就完了。能是那个吗？啊，那都是你们知道的人嘛、哦，都得有点过往，哦、但是。如果你们真说在江湖上打听打听，什么什么什么，江湖上打听打听，江湖跟您有什么关系？我的天哪！怎么还带着哨啊？这是，那还是保安呢？那是，赫赫有名。您呐，江湖中人。哦，那您混迹于江湖。对了，您怎么称呼啊？怎么称呼啊？我的父亲希望我除暴安良，利国利民。哦。所以给我起个名字叫张除暴。你爸爸说相声的吧？你爸利国利民，除暴安良，张除暴。对了，怎么了？愿意？哦，除暴安良或利国利民吗？啊、你这怎么老想？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张除暴。哎，他你也别问，英雄不问出处，对不对？流氓不问岁数。我也没问你多大呀。我也不告诉你啊，你只是告诉你一声，混迹于江湖，江湖中人，那些江湖人你打听打听，江湖了解什么叫江湖吗？江湖这我知道啊，什么呀？血雨腥风，你争我夺。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是微博吃瓜。您江湖，您这行吗？哎呦，别看他们胸肌鼓鼓，不一定会舞；别看我胸肌平平，不一定不行。我不知道您胸肌平不平，反正我感觉您不行。刚才您不是说您都废了吗？就这手啊，这是烤串的手啊。二两骨三两肉，半钱老茧做包浆，让你欲罢不能。二两骨三两肉，那不就是骨肉相连吗？那是。就这打小人都说我是个练武的奇才，我这要生在古代也是个武林盟主。什么叫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在我面前全是小趴菜。说说这不跟人喝去了吗？小趴菜真的全打张三丰，脚踢黄飞鸿，哎呦，不让张无忌气死李小龙。一说这个他就来劲，这是。我看你比我来劲。不是来不来劲，您这混迹于江湖就耍嘴皮子。什么叫耍嘴皮子呀？啊、不了解了吧？不了解。著名的就叫张厨暴，到哪儿都我张厨暴。不是，都怪我侠客，行侠仗义。侠客。对啊，不分很多。啊、比方说吧，啊，练刀的，刀客。哦，练刀就是刀客。对，哦、练刀的刀客。练剑的，剑人。剑客。哦，你还剑客。我。那你还行啊。我不是，我不是。啊、哦。不是，那是红尘非净土，各有各的苦，知道？都是红尘是非客，是客咱们都得接。我。那您还是那剑客啊？不是。您是接客。你是 Lucy。我是船长，我这个我卢斯杰克、哦、不是那个、哦、那剑客耍剑的哦，舞剑的哎，剑客枪枪客枪客枪客这名字、哦、啊，还有那个练力气的，练力气就耐力那个力客，不是耐克，合着您老穿身上、嗯、对、啊、耐克，还有那个暗器气客，你分什么，比如说钉子、嗯，丁克，丁克，哦，这我知道，这有丁克，他爸他妈就是丁克。你爸你妈不生育，你爸你妈丁克，你烤串的，你烤串的，你叫串客。跟串客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爸你妈是丁克啊，所以你就串客。我怼死你信吗？我扎死你！哎呀，好疼！你看多无聊啊！谁无聊啊？他聊的是这个，就是那你爸，你爸是天下第一，不一个嫖，你爸是嫖客。他说这就没意思了，你看他老说我。哎，你爸被一嫖到哪儿来了？合着我爸也得有一壳，您瞧、啊。你妈在这嗨，是客都、啊、成了。没完了是不是？那你非得说我？这得了，不说你。那么我跟你说，我是一个刀侠客。刀侠客，侠客，侠客，对，你跟我说话注意点，怎么呢？我的剑从不你不是刀吗、嗯、你到底是什么？你是一傻客。刀剑笑，你管着吗？刀剑笑，刀剑，我们一看就笑。那我的剑从不轻易出鞘。那要出鞘了呢？出鞘就很难插回去。那还是一瞎子。你再说一遍。我说您是个瞎子，你给我再说一遍。我干嘛再说一遍呢？因为我耳朵也不好。好，您这样就别除暴安良去了。您说您看不见，您还聋子，您还瞎，你是龙虾客吧？须臾老师，蒜蓉大师，龙虾串客。我今天非得弄两头蒜，我辣死你是不是？您最好再给我煮点面。谁龙虾的？谁须臾啊？这不是您说吗？剑回不了鞘，还听不见。我跟你说，我生气了，我剑出剑就得见血。是拉自己吗？你看，这要在古代，在过去啊，现在是法治社会了，我不轻易出手了。哦、在过去啊，叭一下就怼死了。你自己叭一下就怼死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把你怼死了，知道吗？你长得跟煤气罐成精似的。不是，在古代我拿一个打火机，你砰你就爆了。你最好拿一签子把我烤了。古代你会什么呀？您这还会江湖多了啊，多了，打死你还分会什么吗？那您得会点东西吧？就说那些东西没有用。
我们也不了解你。点穴行吗？点穴。点穴。您真会点穴。好家伙的，我这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练的，知道吗？三天。我跟你说，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我啊。我的父母是丁克，不是丁克，我的父母我是串克。你让我说行吗？啊，行，你说。我是契丹人。你是不能契丹音，没有串克契丹。我的父母被六大门派追杀，在光明顶，你知道吗？这事儿，后来给我追到绝情谷底，我跳去了，一个猛子我进去了。后来18年后，我骑着我的雕上来的，带着我的7个娘们儿，我练会了《葵花宝典》，隐居山林。你看什么你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拦您清谈。这个张楚炮大侠，真正有实力的侠客，知道吗？什么叫看客啊？是打死你！他就老耍嘴皮子，我怼死你，信不信？哪儿的事儿去了你？我给你，我给来个啊！当年我创那个太极拳，那不是张三丰吗？左右互搏术，周伯通啊，降龙18掌，那洪七公，截拳道，李小龙，吴影脚，黄飞鸿。那个健美操，刘畊宏啊，一个字绝。哎呀，可以呀，小胖子。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这您半天，您还是看个儿啊？我非得来点的，是不是？你来点什么？你来这谁不会呀、啊？这个。哎。真的露点能耐吗？你露点能耐，我们看看。点穴行吗？又来又点穴。点穴行吗？啊，点穴。过去失传已久的点穴，大伙儿只在电视剧当中感受过。是是，对不对？您来了，我们看看。今天啊，我们算来着了。小胖子，离我远点。怎么呢？伤着你？哦，怎么你也给我练葵花宝典吗？点穴。哦，点穴。今天要靠我不点死你。我操！做啥事没得？啥事没得？您这点穴跟拉白菜一块学的，管着吗？运气呢？嗯。啊！老师，你这点穴是不是都没实战过呀？谁说的？您点穴，您干嘛这么半天呀？得运气呀、啊！运气啊！人家跟你打，人家跟你搏斗，就静静的等着你，你等着我，我先点穴。我准备着了，我要告诉你，看看这个看客能不能点着我。是他有病还是你有病啊？哦，你确实有病。我非得点死你是吗？你快点死我吧。啊、好了。眼睛明穴，按太阳穴轮刮眼眶，挤按400穴，揉按400穴，第4节风池穴。老师，你的点穴就是自己的眼保健操是吗？我先活跃一下我的眼睛。你活跃什么呀？啊、点，有毛病吗？这不是他那剑都不能够入鞘，他还是点完了，就这么出手于无形，哪儿就点完了？你就这点上了，没感觉到吗？还不解开？解开。你真跟有病一样，你知道吗？废话，我就完全为了配合你捉传你，我还没运好气呢，人家你赶紧运气吧，你再不运气，那边我应该点你哑穴，你知道吧？哑穴，点你笑穴，点你尿穴。你点我尿穴，那是肾结石犯了，那是。啊，你还有笑穴？你已经点了我们20分钟笑穴了，无形之中啊，1700多人的笑穴。我的个天！我点穴子，他这没有搅和的，人家运气的，他老谁等着你点呀？就您运半天气，都跨年了，谁等你呀？笑穴，不许什么？不许咳嗽。哦，你对你的敌人也这么说吗？不许咳嗽。我不点了。人家求你呢，是怎么着？我不点了，行吗？你压根儿你也不会什么呀？你不配拥有我这两个手指头。那你自己留着自己拥有，啊！你个看客，你这！我今天非得打死你是吗？你这还老说这个，这句话成了他冠名词了。2分钟，我就非得打死你；3分钟，我就非得打死你。我今天要来呀，来呀，来呀！
我今天要不跟你薅的一根毛都不剩，算我白说。哎，你薅出一根来算你能耐。我找找。你找什么？你跟你的敌人？我找找。怎么了？你钱包落人那儿了？好啊，来点真能耐行吗？来点什么啊？我先听听，然后再听算不算能耐。哎呀，其实我不爱展示，无非都是一些花拳绣腿，没必要真实。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花拳绣腿而已。粗俗，肤浅，花拳绣腿。对了啊，那武林当中那是有拳路、套路、腿法、脚法的，那不是简简单单的。啊，你知道了？干嘛？你是要抻面吗？哎呦喂！啊，花拳真要活动活动。我跟你说啊，都不爱来那个。怎么不爱来、啊？我们在一块儿啊，都不爱比划呢。谁比划那个都觉得那都基本功，就相当于你们说相声贯口一样。这我们有基本功，您有基本功吗？这花，那各种拳术啊，那太普遍了。您会什么拳术啊？会的多了。您说说我听听。你要不想说行吗？不行。我现在特别期待你弄死我。会的拳太多了啊，比方说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火家拳、赵家拳、蔡家拳、墨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崩魔拳、子母拳、白眉拳、脱口拳、使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劈拳、挂拳、别拳、跳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横拳、短拳、南拳、泰拳、软拳、花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乙、五行拳。好。真没想到，随便拿一拳就能怼死你、哎！又来了这句，您会的还真多，您挨个怼怼我，快点怼怼我！今天怼不了，今儿怎么怼不了啊？我这袋儿开了。他这，你别你什么袋儿开了？这个，你这儿什么袋儿？背带秋裤。背带秋裤，就是为了怕开裆，所以都背到这儿了，是吧？怎么了？当年出了舞台事故之后，我严谨一点。哦，严谨一点。对了，练不了，练不了。所以说人是花拳。哎呀，就不今天练不了，改天不行吗？哪天死还着急吗？我不着急。哪天我给你选个黄道吉日的。行，我现在马上就要笑死了，对对，你知道吗？那是刚才我点了你的笑穴。你拉倒吧，那你就花拳来不来？秀腿呢？秀腿。花拳秀腿也来不了，对吧？因为他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快死。最要紧的，他练过《葵花宝典》。他今天不方便，非得一脚踹死你才开心是吧？快来吧，等不了了，等不了了，要不然我会被笑死的。好嘞，这个小秃子哈、啊，我压根儿就没名号。今天我要不露一手，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哈。看来他这个手术很成功。来、啊，还要提一提裤子吗？来啊！啊，演示一下自己，各位上演啊，我们看看他的秀腿。双飞燕，什么过？是您的是吧？我拿过来。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只鞋，啊！还我，还我，还我！给你。什么爱好？哎，秀。干嘛呀？啊，这就是刚才您的秀腿，是吗？别着急。哦，我们还不着急。我说他为什么提裤子呢？他怕刚才甩出去。又来一遍呢？我们都快进，又再来看。我把大褂系起。别脱了，他都练那功夫了，有什么可看的那个？你要看哪儿，大哥？喊得那么欢、啊？我们哪儿也不看。就加钱看他二嫂子是不是娘们儿是吧？别闹啊！嗯，今天不方便。白也不出台，什么乱七八糟的，不走出舞台，好好说话啊。你以为你能不能快点儿？你比那点穴时间还长呢。
他们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为所欲为吗？你错了，有钱你能得到我的人吗？那你也未必得到我的心，不信你可以试试，我很好得的。这就是您平时闯迹江湖的绝技。啊，南帝北丐，您这跟这丐帮是个鼻祖是吧？我跟他们沟通沟通。哦。哎呦，我的个天哪！您看见什么了？您就好啊。也是，确实什么都没看见。您不要紧吧？啊，就做个活动去。怎么了？没有一个标准的。好多年没看耍猴的了。哎，不是，您等会儿，怎么了？你这干嘛呢？秀腿啊！